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款儿童游戏，它是小朋友来照顾小朋友的游戏，叫做 Little Girls。好，点击进入之后呢，会是这个画面。好，好多广告。好，像这样，那旁边呢，这边就有四个选项，第一个就是开始游戏，然后第一个是排行榜，再来就是。这个是好生命，再回去，怎么回去？好，点击下面回去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就是公司的更多游戏可以让你做选择。好，我们点击进入游戏，然后呢就是要照顾他的小孩，等级第一进入。好，没反应。声音开大一点，然后呢，就说小朋友在睡觉，把他抱到婴儿车里面，然后再帮他盖起棉被。他每一个步骤都会有给你指示，然后他就跟你说他需要去一下买东西一下，然后要你帮他照顾这个在睡觉的小孩，他五点回来，现在的时间就是3:47，你帮他拿包包给他。好，我再帮他开门，把他送到门口。好，放门口啊！他移动的方式好特别。好，送他出去之后呢，就是接下来就是你跟这个小朋友互动的，声音好恐怖的时间哦。好，那这个小朋友他也会指示你说要你做什么，像他现在的话，就是要你摸摸他，把他被子脱下来之后呢。然后要你推他的那个，有电话有笑声吗？还蛮让人家害怕的。好，就这样摇他的那个摇篮，然后就觉得开心。好，停下来。然后呢，他又会开始想别的想做的事情。好，然后呢，他想要看，就是。妈妈的杂志，那么小就会看书，好厉害！好，帮他拿眼镜。好，好，很不高兴了。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吗？好，然后让他看杂志，好，还要戴眼镜，真的太夸张了。整个就是佣人的游戏。好，他不要看了。好，他要白纸给他，然后呢他就开始折纸飞机。好，你还想要干嘛？你还想要白纸？好，再给你白纸。好，飞。好可怕的笑声。好，然后他现在要求你把眼镜放回原本的地方。他每一步都会有给你指示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好，好，那你现在做什么？拉起来，然后有看到箭头的地方吗？他要你放到那个地方。好，摆着。好，他想要拿蜡笔在墙壁上画画。好，没关系，给你画。哦，好，神强的直接画出一只 Kitty 来。好，接下来还要做什么？好，点它。好，又指示它移动到这个位置来。好，放着。之后呢，它想要设置飞机。好，给你，给。好。啊，眼睛好大颗，好惊悚。然后呢，他现在打算要找其他朋友一起过来玩，然后就要你打电话给他。好，那假设说我们不要给他电话呢，他就会开始想要哭。好，在他快要哭的期间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就是其他旁边操作界面。这个的话就是音效，这是音乐。那如果两个关掉的话，就没有声音。
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按暂停，就是暂停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先忽略他要不要哭这个问题，然后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回到游戏。好，开始哭了。好，越哭越激动哦。看来他就是纯粹哭，他也不会有爆炸或是其他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游戏呢，简单来说就是要你照顾一个小朋友到他妈妈回来到指定的时间，就是可以很适合小朋友来打发时间玩的游戏，希望你会喜欢咯。